的时候一般是哪道菜来打头阵呢？一般都是全家福。嗯，全家福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一般人家都说十全十美吧。今天咱们还有一个菜叫咖喱鱼，那这边为什么喜欢吃咖喱呀？主要是可能给外侨人带回来的吧，人家带回来因为它都有一种味道比较浓香。